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Stan 一位父亲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女儿哭着说自己被高利贷的人绑架了本来큰일났어왜큰일났어얼마전에어이말과내가친구사채보증을써줬는데어그랬어근데지금친구가연락이안돼서어내가사채업자들한테쫓겨왔어아진짜로그래요뭐어떻게어떻게해줘야되는데돈보내줘야돼당장돈을갚아줘야풀어준다는데어얼마를줘야지풀어준대3,000만원60만원괜찮아그정도보내줄수있어계좌번호하나보내옆에사채아저씨있는데뭐라고옆에사채아저씨있다고아그러니까빨리계좌를보내라고先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大部分的韩国人都是使用 Kjua Bono， 但老一辈子的人一般都是使用 Tongjang Bono， 所以不是韩国人的电话诈骗犯可能没有听懂 Kjua。여보세요네네아니까빨리계좌나보내라고요뭘뭘보내라고아이계좌보내주고돈붙여줄테니까딸풀어주라고내가뭐뭐개발번호로뭐입금해달라고그런가요그럼어떻게하게응그럼어떻게하게뭐어떡해그럼나한테물어보면어떡해아그러니까뭐어떻게해달라고얘원하는게뭔데근데뭐전화받자마자뭐계좌를둘라이거둘라어그원하는게뭔데내가아저씨한테전화를한목적이뭡니까아그러니까원하는게뭐냐고그래서내가왜전화를했냐고돌아왔자마자계속짜증부리는거봐봐이거그러니까얘기해보라고뭘얘기해뭘얘기하는거야어별일없지없어계좌안보내면끊어안보낼거면어수고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父亲对记者表示딸애가있긴한데초등학교3학년이거든요근데제가갑자기아빠제가뭐사채를썼는데잡혀왔다고그냥아이거보이스피싱이구나그래서아그래알았어어그래알았어돈보내줄게계좌불러이렇게태연하게얘기를했더니거기옆에있던남이갑자기화를내더라고요무슨뭐어디검찰청이다뭐다뭐메일이나뭐문자나이런거많이받아도직접적으로지금전화가와가지고뭐예협박중잡혀있는데딱받자마자알고받아서은건넘겼지만은그게비슷한상황에있는사람이이런전화를받으면되게당황할것같아요所以父亲是已经知道这是诈骗电话了他可能把要求账户没有理解成是要账户号码而是理解成是要真正的银行户头这诈骗犯肯定不是韩国人因为跟剧本上的反应不一样所以很慌张了最可怕的是最近连电话号码都能换成真正女儿的号码打过来听说是使用某种设备真是令人震惊问题在于随着 AI 的发展制作假照片影片和声音的技术也在进步应该很容易被用于犯罪的我上次在大邱警察厅修理电视时恰好接到一通自称是大邱警察厅的电话对方说我要去警察厅一趟所以我就说了我已经在这里了应该要去几楼结果对方突然开始骂脏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我还没能结婚但上次我接到电话时一个女生说老公我正在被带到某个地方救救我时我的心瞬间被触动了这可不是可以随便笑过的事情事实上许多人因为这样的手法遭受了损失有些人甚至因为金钱损失引起了心理创伤选择了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确实的对策案调查尽快根除这种恶劣诈骗电话犯罪彻底将它消除虽然这位父亲已经知道是诈骗电话很幽默的这样过去了但是我觉得挑衅诈骗犯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毕竟他们能打电话过来就表示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我的个人资料或信息一不小心就可能做出真的会让我们受害的行为当然也会有很多是随机拨打了号码但为了以防万一如果接到这种电话应该要直接挂断不过这等通话录音确实很好笑最后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接过诈骗电话或者是短信呢